五月份鬱敏射馬，威水重溫。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有三号古浪顺风做胆，配嘅就系二号金鼓齐鸣，四号平海欢声，五号嘅奇妙星同九号加州雷电，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户只五只户村捞完嚟买。所以教主嘅心水就攞优雨龙共舞做胆啦，配脚咧就系二号嘅翠龙啦，八號結彩繽紛啦，四號孖寶兄弟同埋十一號太陽威威，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隻互村撈完嚟買。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鬱敏射馬已经开卖，月费$400，现在还可以pay me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第四節，但後面大家看到就是涉藏一條膠管，律政司以刑罰較重的公安條例控告。咁呢位公開大學的學生就判囚三個月啦。咁涉藏三公斤 K 仔。就官咧就明言咧，即係呢個法官就話咧，講明咧就係判罪嘅機會好大嘅。咁但係律政司堅持撤控啦。喺律政司撤控，真係呢一個真係大家要關注。咁點解撤控咧？你係要向公眾交代咧？記者問唔問到呢個問題咧？我成日講啊，即係記者而家係冇呢個能力俾到壓力個政府噶嘛。我哋佢唔答你，你吹佢唔漲啊嘛。咁講下頭先嗰個記者發證嗰個問題啦。咁記者喺呢個問題上邊咧，相當之軟弱嘅。頭先你提到啦，譬如喺呢啲其他外英國啦，佢哋有啲即係類似工會嘅模式去發證啊嘛。咁但係記協法嗰個證本身其實冇乜即係真正嘅即係效果嘅。佢只不過就話即係呢個係一個證嚟咯，就咁簡單啫嘛。即係我哋出到去採訪嘅時候，起碼有一個即係正統嘅認可咁樣咯。即係其實依家我哋都會俾警察去鬥嘅。咁但係佢哋見到我哋張證，佢哋都即係佢哋想拉佢哋唔可以，佢哋冇咗個要去法理上嘅根據，冇咗個，因為其實就冇呢件事嘅。你所謂即係法律上咩，就係當你行使緊記者嘅職責同埋呢個做緊記者工作時，咁你就係記者嚟嘅。而家冇一樣嘢就話喺法律上要定義邊個係記者，你可以自己走出去做一個採訪。發布在你而家即係呢個自己嗰個網頁上面或者，咁你都係做緊一個記者嘅。但係而家你要搞到一樣嘢就係個政府話邊個係記者，邊個先係記者。係啦，依家佢哋就係想咁樣做，因為都係講啦，佢哋係要想壟斷翻呢個資訊嘅流通。資訊流通佢哋係會想放，即係 put it under control， 即係會完全控制乜嘢資訊可以流通。政府係會以最大嘅努力去達到呢個目的嘅。咁其實都係呼應翻嚇呢兩日香港特區政府要立嘅國家安全法，因為所謂嘅文化安全咧，即係我哋一開始講個概念，其中一個概念就係語言文字安全同埋價值觀。語言文字有安全嘅，係有啊！佢哋寫埋，你唔信我真係可以睇嘅，大家可以睇。我唔係唔信你，想百度百科都睇到。但係呢一本書咧，就係大家可以睇嘅，就係中國政法大學出版嘅呢本書，叫《國家文化安全》，顧名思義啦，係啦。咁呢本書好值得大家即係好擴張國家安全究竟係一件乜嘢事去睇嘅，即係所有嘅學者其實都應該去睇啦。如果佢哋想更加明白，即係中共佢嘅諗法概念係啦。嗱，呢個記協本身咧，佢而家處於一個即係相當之尷尬局面啦。這個我以前提過，尷尬係咩咧？就係話你傳統上你係同即係作為一個工會，你係去即係為嗰啲喺商業傳媒服務嘅員工，
爭取你嗰、那個即係工作上面嘅權利。但係由於而家出現咗好多極多嘅網媒，甚至係所謂獨立嘅網媒，佢可能係單拖啫，得兩個人啫，你就唔知點處理呢啲人。因為你好驚一樣嘢，就係呢人可能喺除咗喺呢個新聞以外，會做一啲社會運動嘅嘢嚇。因為你驚，所以你就唔敢同佢哋去班呢班人去接觸，或者去爭取你嗰個權利。但係個客觀形勢就係，如果你冇咗呢班人嘅話咧，主流傳媒即係受薪緊嘅記者本身咧，都出現極大嘅危機，安全危機。係啦，即係你要正視呢個問題先得㗎。即係你唔好話喂，誒嗰啲我唔想同佢哋打交道啊咁樣，或者我哋唔想話即係當佢成為一個真正即係記協嘅一個成員。而家擺咗喺面前呢個係政治問題，係多過一個新聞嘅問題。啊，係啊，咁依家我哋面對緊嘅係政治問題，其實真係非常之，即係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只不過係想報道發生緊啲乜嘢事啫。係啊，呢個係涉及到即係你點同嗰個極權政府去抗爭嘅一個問題，已經唔係極權政府就係唔想俾人知道發生乜嘢事。唔係純粹講啊嘛，唉、哎，呢個法律上嘅呢個新聞自由啊，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多過一個法律問題嚟嘅、嗯。好啦，嗱，我哋而家頭先就提到嗰、那個即係話跟住會發生咩事啦。係。咁咧就其實喺後邊呢篇報導咧，雖然可能真或者可能假，但係咧佢就會點都提啦，就係、是、究竟。即係而家行緊嘅方向咩？咁台灣嘅外長咧，即係而家講呢個蔡英文嘅政府嘅外長咧，就係、是、話北京通過港版國安法之後，下一步咧就可能對台灣動武。咁大家唔使等條標題就驚嘅，即係唔係話咩冇咁快 ？OK。不過咧，呢個潛台詞係咩咧？就係、是、喺個國際嘅局勢入邊咧，係最緊張。而事實上咧，即係我呢排去寫嘅文章，我亦都希望大家去睇嗰個事情嘅本質咧，要睇到呢點啦。嗯。而家呢個問題唔係香港問題嚟嘅。呢個係國際問題，國際嘅問題。In what sense 咧？就係大家如果琴日有睇一兩段消息，好得意，就是、韓聯社報導咧，就係香美國要求韓國嘅政府就香港問題去表態。我諗即係換言之，危機㗎啦，就快就即係換言之，佢要喺香港呢個問題上面，南韓要企喺呢個美國嗰邊。但另一方面又有咯，就係呢個中國。游說韓國的南韓政府去理解為什麼北京要在香港實施這個港法，其實無論怎樣都好，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個 outcome、嗯、就是東亞地區它的集體安全制度呢會進一步呢可以有動力去建立起來的、嗯、就是由日本、韓國和美國，因為今次、啊、加上台灣、嗯、因為今次這件事件突顯了，就是說中國啊，咁佢對香港嘅所謂軍事上，又或者勢力範圍上嘅擴張啦，香港會係一個 doorstep 俾佢走去其他地方，所以今次事件之後咧，亞洲國家一樣，亞洲國即係邊啲人會好關注咧？咁除咗美國之外咧，就係、是、日本同韓國呢兩個國家，佢哋嘅政治關注係必然。其實佢哋對香港嗰個情況咧，嗰、那個情報掌握，以我做記者嘅時候咧就相當之密切嘅，但可能近年就會比較鬆散咗少少啦。咁但係唔緊要啦，因為而家已經打到埋身噶啦。即係換言之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雖然大家都唔想表態嘅，呢、這個包括歐洲啦、韓國啦、日本啦，咁但係迫於喺而家呢個狀態下咧，好多陸續都會表態，其中日本就表咗態噶啦。係啦，咁表態意思係咩咧？就係、是、究竟你企喺美國嗰邊定企喺呢個中國嗰邊？日本好難企喺中間，因為本身如果講話台灣問題啦。台灣問題對日本嗰個國家安全本身係有直接，呢句真係國家安全。咁啊，真係傳統國家安全要素啦、嗯。就係、是、因為如果台灣佢係落入呢個中國嘅勢力範圍手中咧，咁對於日本嚟講，其實就係中國嘅勢力範圍已經係去到日本最南端嘅門口嘛。係啦，就係、是、一個 Ryukyu Island， 即係沖繩。如果南韓仲係親中嘅話，咁啊大鑊㗎啦。事實上，南韓即而且確有呢個動機，即係有呢種咁嘅理由去親中嘅喎，因為佢喺嗰個譬如日本去侵略韓國嗰陣時候，或者所謂呢個慰安婦問題呢啲，佢哋覺得未解決嘅嘛。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作為外人，我哋唔會去判決，即係佢講話誰是誰非啦。但係而家擺明一個好明顯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是、究竟而家 Donald Trump 佢出嚟帶頭第一樣嘢，要喺呢、這個世衛上邊要追究責任，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在香港問題上面，他要制裁中國，其他國家跟不跟？因為如果不跟的話，美國就很老土了，
係啊，係嘛？但係講話尋日啊，前日有《The Diplomat》，即係一個外交家嘅啊一本學術雜誌啦，就有篇文章係講香港成為新冷戰嘅 Ground Zero， 即係等於以前嘅西柏林。係啦，咁啊，其實呢一樣真係各位香港人真係要睇呢一篇文章，因為真係對大家嘅利益絕對有密切有關啦。咁、西柏林、東柏林，即係大家聽到柏林，而家都話哦，去柏林睇柏林圍牆。你去過未？去過，係啊，喺嗰邊住過添，係啊。你住過添啊？我住過幾個月嘅，但係啊，係非常之，其實有好去到嗰陣個心係非常之。唔係你幾時去先？三年前，咁你經唔你經歷未？你嗱我既然你講，我就講講即係我去嗰陣時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即係你喺法蘭克福落機，因為法蘭克福係合理嘅嘛，即係你唔會坐飛機直接去柏林嘅。其實你落機通常仲喺法蘭克福，你係原坐火車去柏林。嗯，但係沿途嗰個係西德，係東德嚟嘅。係啊係啊，沿途嗰個係喺共產主義國家入邊嘅。係啊，咁你跟住去到西柏林咧，咁嗰個地方咧就係呢個就係屬於西德。法理上西德點講啊？其實法理上唔算係西德，但係啊西德管理咯。係啊，以前啊。但係跟住如果你過咗，柏林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地區嚟。你過咗個 Charlie Checkpoint 嘅話咧，嗰個係東德嚟嘅喎。係啊，咁同埋啊講翻，即係台長你係以前。我1990年去嘅，哇！嗰陣時仲未統一，係啊，咁啊，係臨統一嘅前夕，即係所謂統一意思就係話咩咧？就係半牆仲喺度嘅，拆緊。咁嗰陣時我去咧就你可以去嗰啲即係嗰個牆嗰度咧，有人會租嗰個錘仔俾你，俾你自己鑿噶啦。咁如果你唔想鑿咧，咁你就可以走去買嘅，就去買嗰個柏林圍牆嗰啲磚啊，拆嚟嘅磚。咁咧。拆即係嗰一 set 咧，即係一包咧，佢仲會寫埋一張 shirt 俾你嘅，就證明咧你喺嗰度。咁另外一樣嘢，你我有興趣知嘅。嗰陣時我喺柏林嘅時候咧，去到呢、這個喺西柏林嗰陣時候咧，係啲蘇聯軍隊臨喺撤走開始。佢哋喺東德領土，佢哋係逗留到94年。佢駐軍㗎嘛？喺駐即係佢撤走前夕咧，其實通常佢哋喺東德會做啲咩咧？打劫銀行嗱。跟住係點樣咧？佢哋咧成套嗰啲衫啊，嗰啲軍服啊，通街賣嘅。咁我買咗幾個章翻嚟嘅，又買隻錶啦，不如一隻都抌 Q 咗啦嚇。真係，其實就好似香港點解要買一啲錶咧？因為全部有徽號，我記得一個好有型嘅一個章咧，就係列寧個章嚟嘅。同埋就話知道有一個即係好似 collapse 之前咧，每個地方大崩潰係大崩潰之前咧，都會出現呢啲即係大家咧到幾多就幾多，所以。有人問我係啊，頭先財長你就話我預料唔到香港嘅未來係點樣。其實我哋即係台長，你預料唔到唔緊要，但係香港人有好多人可以睇嘅，例如嗰啲高官啦，嚇，例如嗰啲有錢人啦，嗰啲權貴，佢哋將啲錢同埋將啲仔女放去送去邊度咧？即係其實林鄭娥本身兩個仔都唔喺香港，係英國啊，係啦。咁其實嗰個答案一個英國，一個喺德國，一個。我不知道，但是不是我說的，這個就是他自己在母親節那天那個 post 那裡說的，是的，他說明了，他說明了，不是我指責他，但是剛才你說的一件事，你應該回去就是那篇外交人，是的，那篇文說什麼東西，是的，就是說香港已經成為這個新冷戰的中心，香港就好像西柏林那樣，那說回柏林，其實就是柏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因為就是以前很多東德又或者來自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人，他們是不計較無論自己有多危險都要逃亡過去的、其實我自己本身想起這段歷史就很感動了，因為前一排有套戲就叫熱氣球的，就是說在應該是在東德那邊那些人坐熱氣球就逃亡過去，咁 anyway 就咁樣啦，即係頭先阿朱仁就話咧，我預測唔到即係未來發展情況，但係我覺得就具體當然我哋好難預測啦，但係起碼即係我諗有一樣嘢係大家喺呢兩三個月會睇到嘅，就係嗰個社會嘅震動，絕對係會睇到嘅。你今日係一個頭盤嚟嘅，今日即係，但係你譬如去到一個即係當過呢個國安法。佢正式係喺個人大通過之後咧，咁有一段時間嘅，呢段時間就係要立法啦，即係佢點樣將嗰條法例擺喺香港嗰度，
咁但係我相信嗰、那個時間唔會太耐，一定喺九月個立法會選舉之前去做曬呢啲嘢。絕對係。咁佢做曬啲嘢嘅原因咧，就係佢要確保喺九月個立法會嗰個結果係佢自己對自己有利嘅。佢自己控制到添，唔好淨係有利，有利係唔夠嘅，而家要控制。簡單嚟講咧，而家係即係佢係一個係咩？如果喺我哋心理學上面講係 control freak。即係佢係好想控制啲嘢，佢控制個嗰個動機係咩咧？就係、是、自己唔夠安全感，因為好 insecure 啊，即係感覺哇，成日都好似有啲嘢去威脅自己咁。所以點解佢啲國家安全概念係咁係真係無限延伸？其實你睇佢自己對於國家安全，佢其實已經係係啦，你已經見到就話有乜理由係真係無限延伸，同埋係它可以涵蓋曬所有人同埋生活嘅範疇。嗱，我用一個咩比喻咧？就係一個蜘蛛網比喻。譬如話，你感覺阿朱良喺我身邊，我覺得好咩喎？即係對我好有威脅喎。咁我就即係梗係控制住佢啦。但當我控制住佢咧，我發覺咧就係、是、有其他人可能幫佢喎。咁我跟住控制埋嗰個技術人員啦。嗯，技術人員即係我控制咗佢之後咧，跟住發覺咧喺門口外邊嗰、那個即係 reception 咧，可能有啊，清潔姐姐係啊，又會幫佢嗱呢個咁嘅心態咧，係不斷擴張嘅。即係你控制一樣嘢之後，你永遠係覺得唔夠嘅，唔夠原因咪就等於頭先我哋講嗰個國歌法嘅問題，因為佢第一樣嘢見到你國歌奏起嗰時候，你有人 hear 佢，咁佢好簡單一樣嘢啦，佢唔會問點解喎，佢唔會問點解啲人會 hear 國歌咧。係係咩個國家制度有問題，或者我哋做得唔好咧？佢唔係問呢樣嘢，佢要問嗰樣嘢就係我點樣能夠停止到佢做佢去hurt呢個國家國歌。但係當我立法之後，我令到佢停止之後咧，我仍然有一個懷疑，就係佢心裏邊係唔服嘅。啊，係噶，好恐怖呢啲人真係。咁我要令到佢心裏邊服，我要更加做多嘢啊嘛。咁所以咪不斷要將呢個國家安全呢個概念不斷去延伸，不斷升級咯。咁升級咧，如果你國家入邊咧，好似當年呢個毛澤東咁冇問題嘅，即係你搞到呢個十億人民咧都係大家洗曬腦咧冇問題。但係問題而家係同毛澤東嘅時代咧係一個好大分別係咩咧？就是、因為你的國家已經唔係一個鎖國國家嚟，國家嚟嘅。你唔鎖國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唔想。是因為你的經濟本身是決定於你的出口。第一是的，還有第二時代都不容許。你現在是互聯網嘛，你現在是去旅遊的嘛，就是。那你就越來越沒有安全感咯，那你所以就要做剛才那些事情咯。但是一做的時候，你現在就要將整個這個就是改革開放這個方向逆轉啦。啊，那這些我們不說了，那我們現在這一節，就是那個結論是什麼呢？就是由於呢，現在大家是吹緊雞的。特朗普吹緊雞，你埋堆，即係歸邊？習近平亦都吹緊雞，咁大家而家數牌啦。其實一個比喻係咩？就等於咧，就係兩個黑社會就喺尖東爭地盤。咁而家咧就呢個係吹雞，嗰個吹雞。咁但係出邊係做鋪頭都好無辜啊嘛，大佬。即係我做當小生意啫，大佬你吹雞嗰時候你要我歸邊啊？大佬係好慘啊嘛，係嘛？你其實咧係好傷咗好多無辜，好傷咗無辜人啊嘛。咁但係香港係點咧？香港在那裡是一個小販，即是賣報紙的，理論上是不關他事的，但是現在是一個重心是被那班想2047年之前掠進香港利益的人攬炒。不是，我告訴你，朱寧，其實香港沒什麼利益的，沒有財富，是僅剩餘價值咯，可以說嘛。香港有多大而已，我會說是剩餘價值咯。是啊，香港是什麼？是吸金而已，即是錢其實不是香港本身的，我們當然有外匯儲備，但是對於中國來說這是杯水車薪。其實香港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吸引到外面的人來，吸引到外面的資金來。如果你好好地在這裡玩，就大家可以即係開心心發達啦。咁但係而家你唔係搞，你係搞你係掃場。咁掃場最簡單啦，即係後屘計數咪睇下邊個受損咯。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因為香港呢個問題牽動咗國際局勢。呢個係成件事最重要嘅地方嚟噶，即係大家都講得唔夠啊。佢牽動個國勢嘅個局勢係咩咧？就正如而家呢位台灣嘅外交部長講，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講。搞完香港，如果搞掂嘅話，跟住點搞台灣法？係啊。嗱，美國咧，其實嗰香港 leverage 唔係好多，即係香港去玩嘅牌唔係好多嘅啫。佢最多就係、是、即係譬如話佢暫緩啦，暫緩呢、這個香港政策法啦，甚至終止啦。但係一終止咗之後咧，
你度就冇乜冇乜牌打嘅。係啊，佢可以打嘅牌反而咩啊？台灣，因為台灣本身佢首先台灣有嘅已經一個實際獨立嘅。係啊，佢喺個好入邊。舉個例，隊譬如好多嘢，譬如話舉個例啦，美國嘅呢啲戰艦，佢去台灣，喺嗰度係做一啲。即係甚至唔係補救工作，做一啲好簡單嘅停留嘅一啲。咁你中國係咪要喺呢個問題上邊要即係去做一啲反應咧？如果你做反應嘅話，會唔會過激咧？會唔會引起即係嗰個情況升級咧？好啦，咁美國咪睇你升級咯。美國升級睇咪去到咩局面咯？你一越升級嘅話，其他人感覺威脅越嚟越大，就自然會。即係更加需要歸邊，更加需要歸邊啊！其實美國而家想做呢樣嘢啫，就係令到呢、這個即係中國同埋美國之間呢啲仲係喺中間喺度猶豫緊嘅國家，佢哋去表態，邊站去表態，表態嘅結果如果喺美國贏咗嘅話咧，就實際上係圍到中國嘅。絕對係，嚇！呢一個就係冷戰嘅。咁點解譬如話喺台灣海峽佢嗰個情況，如果升級嘅話，大家都要歸邊咧？個原理好簡單，就係、是、因為 cross 咗去，佢就係第一道鏈，就係、是、cross 咗第一道鏈嘅話，就係、是、對於呢、這、一個第一道鏈呢一個國際體制嘅直接可以話係解體啦，係啦。唔係，仲有即係、就是、你講實際少少，就係咩咧？啲航運，因為如果你台灣海峽升級嘅話咧，其實好多航運者受影響。即係台灣海峽升級咧，跟住南海嗰、那個局勢就會又會緊張噶啦。南海又最大鑊，咁啊點解南中國？因為好多船、好多貨喺嗰度經噶嘛。係啊，同埋南海有咁多國家，咁對於佢哋又係傳統國家安全要素，又有負面影響。係啊，所以嗱，即係睇你睇落去咧，就係香港呢個局咧，頭先阿朱玲講噶啦。即係我哋睇得唔清楚，但係我哋肯定係會升級嘅。但係升級本身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係跟住會帶起成個國際升級。一到國際升級嘅話咧，一個好簡單嘅現象就係咩咧？大家要歸邊。咁你到期睇得清楚就係呢個特朗普而家想做嗰樣嘢，去圍堵中國，或者甚至令到呢個中國要孤立嘅話咧，咁係做唔做到？咁我覺得個機會相當之高嘅。個原因點解咧？就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俄羅斯開始同中國有距離，有距離嘅原因係點解咧？朱玲上次解釋咗啦，因為普京可能俾佢搞到連唔到任啊。同埋另一方面，始終一個極強大嘅中國對於俄羅斯唔係一個唔係福音，絕對唔係一個福音嚟嘅，係啦。俄羅斯到依家即係尤其是遠東地區嗰、那個民間對於中國嘅負面聲音都係越嚟越高。係冇辦法，其實普京政府都係咁多年嚟都係冇辦法解決到。就算話普通嘅外交手段都好啦。有啲時候就話例如前嗰幾年貝爾加湖咧就好興咁樣賣啲度假屋咁，又全部俾中國人賣曬。係啦，賣俾中國人同埋俾中國人去度假。咁係更加係搞到俄羅斯有全國性嘅簽名活動。啊！呢、這個我哋唔知喎。係啊，係搞起咗啲全國性簽名活動啦，咁樣去講話，即係反對中國人去佔領。但係你而家起碼一樣嘢你唔搞唔得嘛，就係你搞到俄羅斯咁多人染病。如果你普京話：，我哋拒絕同呢啲其他國家合作去追討嗰、那個去調查嗰個原因。喂，佢肯定有事啦。佢追落去嘅話，如果係追到，如果佢係入中國數嘅話，就會做到咁樣。但係俄羅斯依家其實都會喺度猶豫緊啦。但係點講都好啦，其實民間俄羅斯有即係有一個事實係我諗去到嗰度讀書嘅中國朋友。都否認唔到嘅，就係佢哋係以歐洲人身份自居，咁變咗有好多無論官方外交上面，佢同其他非西方國家走得幾近都好啦。民間尤其是喺呢個文化吸引方面咧，都係即係以一個西方角度同埋西方文明為所中心咁樣。心底裏都希望咧，就係成為歐洲人嘅，就唔會話。因為佢哋本身就覺得成歐洲文明，係啦。嗱，我哋呢一節又結束，下一節翻嚟咧就有少少時間講孟晚舟啊。